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升温，毋是讲怎个洗礼啊，安尼洗礼了，啊，过一礼拜，过两礼拜，就感觉讲，哎、欸，免不新鲜了，毋是，咱继续伫安尼这升温的这顶面，咱感觉真喜乐，真感谢主，啊，因为无论咱到底倒位，上帝拢跟咱同在，咱也确实在跟随主的脚步，啊，所以才讲，无论我迄个家己，虽讲家己一个人，看起来真孤单，毋过我却毋是寂寞，因为主的同在，吼、哦，安尼佫有其他嘞。哦，这是一个孤等的，哦，较孤等的吼。哦，咱来讲来做一个比较来讲，快乐甲喜乐，伊的这无同这所在，唔知够清楚无？哦，今日这部分哦，是牧师要予咱较侪咱嘛来做一个对话，哦，唔是拢听牧师讲安尼。哦，牧师嘛要对咱的这心情，对咱的这信仰，对咱的生活情。我嘛要来学习，伊是甚物会当来予咱个心内，伫咱个生活，是会当来造成咱个即个喜乐个即个即个喜乐个即个心，是一个会当固定个一个心。刚才我无去发现，我无去体会着。不过也透过咱兄弟姊妹彼此个即个分享，啊，咱会当来彼此来得着，得着即个激励，啊，也彼此来得着祝福。啊，所以毋知有甚物？我所熟悉一个人，原本伊无入捌主耶稣基督，毋过当进入伫这小组，咱用上帝话，啊用咱的关心，甲伊啊说三斗阵的时阵，慢慢来建立这个关系，然后予伊会当进入伫这信仰内面，甚至也予伊以后会当成做引带人的人，伊的信仰会当来以后慢慢成做变成主耶稣福音的人。哦，所以这种的这个来讲话，这个是这个喜乐，这是一个孤单的喜乐，不是讲我今日这礼拜吼，伊来邀请伊来第二礼拜来时阵，啊，就可以感觉讲，哎，未感受到迄种喜乐的心，还是欢喜的这心，可咱会感觉是哇，这礼拜又来，第三礼拜继续来，哇，感谢主，伊一定听，伊一定听见，伊一定找到伊伫真相这中间，伊会当找到伊这个喜乐、甲平安、甲盼望的一个源头啊。哦，所以这是这个喜乐是一个孤单的喜乐，安尼毋知够唔够？我看到足侪个目睭咧看，安尼嘛。啊，紧啊！感谢主哦！我想话，咱会当做较济，因为当咱咧想诶，当咱咧思考即过程，就是安那，就是咱咧受损上帝恩典。咱咧受损上帝恩典啊！所以吼，无论咱是做父母诶，还是讲咱是做老师诶，当然嘛真期待。当我咧教课，当我咧教伊咧分享诶时阵，毋嘛，你嘛会当来回馈，啊，毋嘛会当来回馈。啊，所以啊，伫遮吼，咱啊紧，咱搁转来伫这啊，这边诶，这内面。咱来看，伫这段即个篇章，伫这第四篇诗篇第四篇，而且第一十到第八十，咱看见这篇诗篇是大笔所写的这一首的这诗歌。不过咱看见，当大笔在写这篇诗歌的时阵，伊是伫什么的这情况所写？伊伫什么情况？咱看第一章哦，显明外伊的上帝啊。我求求的是，求你应我。我伫困苦的中间，你捌予我宽广，三求你怜悯我，来听我的祈祷。所以伫遮咱看见是代表伊伫恳求上帝帮助。啊，咱啥物时阵会毋嘛会当别人来帮助咱？会拄着困难的时阵嘛，啊，拄着我无气力，啊，拄着我碰着问题，我无法度来超我的时阵。所以我的妈有人带来帮助我，所以代表王，伊伫即时阵，伊就是用即种的即个态度来恳求上帝来帮助伊，然后伊随时将即个话题来转向伫即伊的即个对敌的即个心情。毋过咱看见，伊随时个转回到上帝心情，所以伊咱知影，伊是依靠上帝应允来得着胜利，伊是依靠上帝的即个应允来得着胜利。所以伫这段的这个经节，我来看见啊，对大帝王的这个心情，伊的这个性命的这个地来讲来来驾驶我，来驾驶咱，哦，咱就当对大帝王的这个性命来看见，
当咱面对伫即人生生活上的即困境，也是逆境的时逆境的时阵，也是拄到真大即困难的时阵，咱爱来去上上帝的应允，咱就爱来思考上帝的应允，咱就爱倒来到伫上帝的听的即内面，互咱有一个定心，要出现即得救的即盼望，以及啊即得救的即确据。所以即个盼望就那亲像一块即盾牌共款，伫保守咱，伫保护咱共款。予咱会当来突破一切即挑战，咱一切即个试探，予咱会当啊瓦克主的应允来赢过即一切。啊，毋过吼，而且予咱看见来讲，伫即段经文，咱知影，伊对一代帝王来讲，伊有拄伫无同的即个阶段，伊有拄着无同的即个困境。所以所以伫即内面，刚才毋是真清楚，即个无真清楚来讲，伊咱是。是知影伊是伫在逃亡的过程当中，毋过伊伫遮咧投降的这个过程，到底是面对这个扫罗王在追杀伊的这个的时，还是讲伊在投降伊的大汉头、伊的大汉囝亚沙龙的这压力的时，到底是倒一个时？伫这段经文，连圣经啊，这神学家伊嘛无法度真确定。毋过，咱确定是讲，伊即时阵面对着人同款，拢面对人生真大的一个困境。面对真大即个困境，即四个王原本是一个真喜爱、真疼即个大帝的一个王。毋过到后尾，因为惊讲即个大帝王会抢着伊的即、這个夺伊的即个王位，所以开始来防伊，开始来看见，或者即个大帝袂使让伊安尼话，以后会抢夺我的王位。但是即个阿沙王嘛是同款，大帝王伊也犹原面对着家己的惊事。所以要来篡夺伊家己的这个王位，所以伫这内面看见这心内的这个背叛，心内的这个艰苦，所以无论伫任何这个情况，咱看见，这对伫咱人生来讲，拢是极大的这个悲伤，极大的这个艰苦。所以毋过伫这内面，咱看见无论大帝王伊安怎样来面对伫人生侪侪这个试探，面对侪侪这个攻击的时阵，咱看见。伊拢学习，转来到一处的面前。伊毋是来挖到世间人，毋是挖到其他哦。伊拢知影，我转来到伫上帝面前。所以咱会较看见，伊所写的这视频的这内面，头前伊拢会安尼，来讲话，伊有意思，哇，真清楚来描写伊当时所面对的这困境。毋过后面咱看见，伊拢带出这信心的这个体验。伊也将伊家己本身个一面来完全来交伫主个手中，互主亲自来保守，互主亲自来锻炼伊头前即个路障。所以咱也看伫即个第二节，伫第二节只讲，并且个上帝啊，将我个光变做灵玉，要到第时啊。即个要到第时，咱看，迄是一个底层个一个光景个点啊。也是一个底层的一个困苦，也是伤心。毋是，既然会问讲，即个底到底是，当咱着看见，会感感受着，这是真长的一段时间。面对真长的一段时间，伊面对伫即个压迫，面对着即个堆山，面对着即个心内的即个背叛甲即个艰苦。毋过咱看见，伊会伫即个第七节，互咱看伊讲，你予我心内有欢喜。也为人得到侪侪果效甲成就的事，所以而且我来看，你予我心内有欢喜，这个心是啥物？这个心也包含是这个心是第一，咱毋是属于这物质部分的这物件，所以这个心包括伊的情绪，包括伊的思想，包括代表伊的动机甲伊的勇气，拢是对上帝来。拢是对上帝来，所以伊才讲，你予我心内有欢喜，你予我心内，我毋是因为这五百，嘛毋是因为这成就，嘛毋是今日我有另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人后壁来支持我，然后来攻对甲我来攻打这扫罗，也是来打败我的囝亚沙龙，毋是，伊的心内的这欢喜是因为是对上帝来面的欢喜。所以上帝对上帝来话来扶持伊，来帮助伊，予伊伫这情绪、思想、甲这动机、勇气这顶面，我靠主的话来得胜，要得胜。
所以咱才会看见讲，甲你互我心内有欢喜，即、這个欢喜是一个喜乐，是一个久长的诶一个喜乐。所以若是伫拄只话咧，一开始牧师甲咱分享来讲，我若是快乐话，迄只是一个礼赞而已，迄是一个礼赞，现在代志也过去。即、这个喜乐就无亲像即、这个快乐无亲像伫即个当下诶，即个欢喜诶，即个境界的来讲哦，那快乐的指数就无同啊，就无同。甚至如果我若离开迄个现场，伊迄个情迄个元素就无去，若是元素若无去，即、这个喜乐、即、这个快乐，就哪像无亲像伫当伫即个当时迄种诶迄个快乐诶迄个感受。所以伫即、这个第七节，你互我心内有欢喜，伫即、这个原文是讲是一个喜乐。所以即个喜乐咱看见，即、这个喜乐是赢甲赢过，即正侪人即个正是人，因得得到即个侪即个五角甲即个新酒的迄个欢喜，是搁较大，是而且是搁较久长的一个喜乐的一个心。所以咱会感感受着，来比方，你为什么有法度？当你拄着这困难，拄着这艰难时阵，你犹原有法度，我靠上帝来得着喜乐。所以感谢主，这就是透过大家王的信仰，互咱来学习。当我拄着安尼代志时阵，我着我靠主，我毋是我靠人，我毋是我靠我家己本事，是我靠上帝所给咱的应允。上帝讲是就是。所以，伊要将这一切伊对伊最所讲，伊的心意，将这一份，要拢要来收束予咱。所以，上帝所收束所借的，是大过咱伫咱的人生内面，咱所得到一切这学位，也是这权势，也是讲这名利，大过这一切，有这拢会过去。然后，予咱会当对伫这会当来思考，对伫伫这第四篇。咱看见伫台北王伊即个心境的即个内面，也相似，予咱来思考伫即个现代的即、這个咱的即个生活中，咱的即个信仰的即个体会，甲信仰的即个体验，我需要相似透过两个部分，甲咱来思考。第一个就是咱伫咱的人生的即个内面，咱到底是追求幸福，还是幸福，或是寻乐？即寻乐来讲，我人生只是要追求即、这个短暂的即个欢喜快乐而已，啊是我要来追求一个真实的一个久长的一个幸福。即、这个幸福是建基于伫上帝即个心情，基于伫上帝救赎的心情，基于伫上帝维护的本身的即个心情。所以当然，伫即个内面，我主要甲咱三个分享来讲，咱有感觉真奇怪无？伫即个圣经内面，咱对即、这个对即、这个创世纪一直到伫启示录，其实伫即个圣经内面，咱都无找着即、这个找着这两个字，就是讲寻乐吼，迄、个寻乐就是讲迄、个吃花宴乐吼，即个透过即、这个要追求找即个欢喜快乐的即个部分，类似安尼即个解释的即个字。无，毋过伫即个圣经内面，咱看见伫即个圣经内面，要记载咱的即个信仰所追求的，当咱看到上帝的时阵，咱的信仰是一个幸福，是一个喜乐，也是予上帝所欢喜、所感恩的即个信仰。这一句，都伫即个圣经内面一再的出现。所以当然伫圣经内面，咱绝对无法度找着即个寻乐的即个部分。所以世间人既然伫即个圣经内面无法度找着即个寻乐的即个部分，所以就要透过伫即个世间，然后来敲找我伫即、这个无论是即个游乐场所，还是讲伫甚物的即个聚会即个内面。我毋嘛会当甲甚物人做伙，也是透过即个佚佗即个物件，毋嘛会当来补足我心内的即个空虚。毋过永远都无法度来补足，永远都无法度来补足。所以伫即个内面，互咱看见，因为独独只有透过伫圣经内面上帝话，才有可能来带予咱永远的即个幸福、喜乐以及平安，甲即个毋嘛。所以当咱甲人在传福音的时阵，咱嘛是在分享这部分，咱嘛是在传扬这部分。因为咱知影，对伫神的这顶面，如果若无法度了解啦，伊当然无法度将这个因的性命的这主权，还是讲伊将这个性命焦点放伫圣经内面，就是放伫上帝话这心情。所以
既然对着上帝心情，伊无法度体会，所以就无法度对着上帝这信仰，对着上帝话，会当带来啊感受到迄种的平安甲喜乐。所以就爱透过伊这世间的这一切，因去敲锤。不过安怎样敲锤，就无法度来敲锤一个永远有得到爱的这个喜乐。好，所以就讲只有对透过咱传讲的人。透过啊，伫咱个性命即个见证人，只要我都互因来体会，为虾米？即、这个基督徒因个性命看起来是一个真喜乐一个性命。无论啊，当咱一个，当如果咱若是有即种个即体会时阵，最无论是伫即顺境还是逆境，互咱个四周围个人会更感受到，伊即基督徒个性命，那无同。哦，伊即摆吼，身体病痛，为虾米伊个我都带着迄种喜乐个心？毋是同遐咧开餐，毋是同遐咧埋怨，我讲阿兄弟啊，你若无顾心我，无顾心我，伊却毋是，伊反倒倒伫安尼即病痛时阵，伊搁祈祷，搁感谢主的医治，啊感谢主啊的即个保守。为虾米？为虾米即基督徒伊嘴所讲的话，以及所做的即代志，互人会感受着讲，我真爱甲伊做伙呢，我真爱甲伊斗阵。因知嘛，你著莫名其妙，我著甲伊斗阵，我著即莫名其妙即、这个喜乐甲平安，啊就对即、这个对我性命就感受出来。伊免讲任何话，只要我甲伊坐做伙，我甲伊做共一项代志，我著心内就感觉真平安。所以基督徒性命透过咱有上帝话放伫咱个心内，然后伫咱个生活中将安尼话来挂出来时阵，即个也加做啊一个啊真直接。伊伫感激咱个啊，伫见证上帝名，伫传福音啊，真水个一个见证。啊，所以第一，让咱家己幸福啊、幸福与喜乐，到底是来起着伫什么心情？就透过来起着伫上帝本身个话语个这顶面，就是伫主耶稣家己本身。所以咱个性命个根基，就是起着伫耶稣基督个心情。伫这世间一切无法度来完成咱，这代志也是过去，就是过去。毋过，只有咱个上帝是一个永远伫个上帝，伊个永远伊个疼是永远袂改变。所以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要予咱看见，就讲世间一切好是对上帝来，啊，世间个好一切是对上帝来，啊，所以咱看见伫这第四篇，而且第一章到第八章，伊啊，即、这个代表伊所描写、所记载这内面，予咱会当看见伊啊，世间人。所追求的，就是毋忙，我会当来得到伫这世间一切遮丰富的遮物质，也是讲遮名利，也是讲遮权势等等遮一切，甚至我真济人也拢沉沦伫这内面，陷入伫这内面。所以因对啊，因对着上帝，就感觉讲上帝是甚物？也是讲因看轻轻看上帝，也是讲因忽略上帝。毋过伫这中间，我来看见，但是哦，伊亲身体会。啊，这人因为因唔捌上帝，所以因啊，因着去追求遐，毋过感谢主，我的这性命焦点，毋是靠伫这世俗的这物质的这顶面。啊，所以当啊，这人因虽讲有这一切的时阵，因犹原阁感觉无够命。毋过感谢主，虽讲我无这一切，毋过我的心却是喜乐，我的心却是喜乐的。啊，所以第七章。这个代表，伊真正透过安尼一章的这个经章，予咱看见伊的这个成绩，实在是值得咱伫这二十一世纪时阵，予咱得到真大的这帮助，真大的这鼓励。因为咱知影，伫这个外在这条件啊，真正会当带予人平安的话，安尼会讲讲，咱伫这二十一世纪人，咱绝对会讲讲是有史以来上满足的时代，敢是安尼？如果若是讲把这个外在这一切，真正会当带予人诶，这个幸福，甲带伫这个喜乐的话，安尼绝对是这二十一世纪咱伫今仔日，咱是上幸福的。因为伫这个世代充满伫这咱讲哦，声光十色的这环境。伊当时啊，咱卖讲迄个几千年前，咱讲伫咱诶农业社会，然后工业社会，啊，到伫即摆即个服务的这社会，咱看见一直在变迁，一直在进步。啊，咱的这生活一直在改变，外界吼，咱的生活是愈来愈方便，愈来愈方便。啊，所以吼，咱所吃的这物件是比过去哇，搁较吼越来越精致。啊，但咱所穿插的这一切，嘛比过去的这个优势嘛是搁较侪。哦，咱会当去佚佗这个所在，
嘛愈来愈侪，甚至也愈来愈方便。有时阵嘛，伫过去，咱拢知影，伫我诶时代吼，伫我细汉诶时阵，是即个小学，若是讲要出去佚佗，伊时阵叫做远足。啊，远足表示讲吼，即个车辆吼，可能无法度载咱真到真远诶所在，你可能着爱行真远诶路，所以爱远足嘛吼，爱行真侪即个路。啊，刚好即过来吼旅游，即个进入到伫即个旅游，哇，即个旅游。就讲任何即交通即起伏，就会当载你到伫你所要去的任何即所在。吼、哦，所以对伫即交通，对伫即、佚佗即所在，当渐渐侪时阵，伊咱会感觉讲，咱应该是比以前搁较欢即、生活应该是过了搁较欢喜啊。不过咱亲像毋是呢，所以现代人咱看伫即中间看咱看，虽讲咱所有的比过去人愈来愈侪，即条件物质的条件是比以前愈来愈好，毋过心境，咱的心诶，较有愈来愈欢喜，哪亲像无呢？啊，即问题到底出伫底？即问题到底出伫底？哪亲像愈来愈侪即不安，愈来愈侪的即个烦恼，愈来愈侪的即个困扰，伫咱的即心内。所以人哪亲像知影讲，伊伫某一个部分，我若失去。伊来属于即个真实的即个物件，毋过即个物件实在是无法度想个讲，到底去对一个部分，我去敲锤，到底是对对一个部分，我真正敢得到即个真实的即个物件。所以即个真实的物件，只有透过咱基督徒，咱透过属于上帝百姓人，咱迄个咱听起人，只有透过即个团的人。团的人就靠过信的人，因为我信了后，我确信这是上帝所赏赐我的，所以确信这个喜乐、这个平安、甲这个嘛是对上帝来。啊，所以我确信了后，我当然要成做一个团的人。然后当我去团的时阵，只要人才有法度来听去，人听了后，因才有法度来信。然后当因信了后，因才对身体要求我来体会着，因也感，因也受感动，然后因也去团。啊，所以透过安尼即循环的即内面，即我都安尼来讲生生不息，即个属灵即信仰，即我都安尼一直延续落去，一直延续落去。所以即世间的一切即好，拢是对上帝来，毋是对伫即世间的一切。那无话真正伫咱的即世代，是会讲讲是有史以来已经有经经历即有史以来是上好啊，即过生活的即世代。毋过咱知即是一个拍车啊，毋是安尼，所以咱伫咱生活中，咱就爱常常来思考，为虾米伫即个世代人来失落即个平安甲安稳？所以当咱去思考即个部分的时阵，咱才知影讲，真正咱来倒来到伫主的面前，将主耶稣来介绍予世间人来认捌，予来介绍予世间人来认捌，予咱对伫咱家己本身的即、這个伫即个信仰即个顶面的即个体会，予世间人知影讲来。你来认捌我的主耶稣，相信你的生命要来得到改变，相信在你的这生活中，你要绝对会当来体会真正主耶稣会当带予你平安，带予你喜乐，也主耶稣基督要予你的人生有大大的这改变，予你的人生会当得到极大的这喜乐所以透过安尼，我来去倒来到一些圣经内面才看见。代表伊个喜乐是起自是对伫即苦难中，伊本身来体会着主的疼，所以这是对心内真正所出来的一个真正即喜乐。所以代表哦，伊心内是平安的，虽讲伊面对着即困境，毋过伊依然会当真安心来度过，因为有耶和华上帝甲伊伊的，伊无孤单，伊无惊吓，因为知耶和华上帝保守伊。让我上帝带领伊，所以那予咱当知，这个平安甲喜乐，毋是顶分的这物质的这顶面，是在主耶稣基督本身这顶面。所以若只有主上帝同在，予咱会当化凶为吉，吼，予咱无甚物任何这惊吓。当咱亲像婴仔，会当倒伫爸爸妈妈的这怀抱这内面，这是上大这平安的这感受。最愿上帝加恩惠咱，帮助咱，真正咱的信仰会当大大来帮助咱，来伫这世
代，啊，咱讲伊，伫即个面对伫咱个生活中，有时阵有真大即个生活即个挑战。无论伫即个工作个即个顶面，无论伫即个学业个顶面，无论伫即个人际关系即个顶面，甚至面对伫咱坐，咱感觉讲哇，真恶滴去面对，真恶滴会甲去处理个即个代志，咱回头，咱来仰到上帝，来恳求上帝。来替咱来处理这一切这问题，相信当咱的心搁一遍完全交托的时阵，咱绝对会当来体会到这个喜乐的心，绝对会赢过这个五谷新酒的这个丰收，也予咱真正咱来体会，伫这个世代，独独只有回转到伫主的面前，伫咱世间这一切，无论咱所追求伫无论伫这伫这人所追求这一切，所要求这一切。拢会过，只要拢会过去，只有上帝话会当加做咱的快乐，加做咱的方丈，加做咱咱的即个智慧的即个源头，互咱的即个信仰来活出即个敬畏的心，互咱伫即个世代真正依靠上帝话，毋是挖靠伫人的即个身上，毋是挖靠伫任何即个国家的即个法律的即个顶面，毋是挖靠伫任何的即个政党的即个顶面。我咱独独来挖个亚华上帝，挖个咱主耶稣基督，挖个真正疼咱的主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知如果若是面对伫这世间的这会当来享受这物质甲这环境的时阵，我唔知影。实在是阮过去的这个年岁，无法度甲阮现代这个年岁这个环境会当来比拼。不过阮却看见人的这个心却犹原无法度来得到满足，无法度来得到平安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助阮，当阮看见大帝王伊怎样面对着这个困境的时阵，毋是搁来掠着人的这个看法。不是用着人的这个处理的这个方式，是爱回转到伫主你的面前，无任何这个心这个私欲伫这个内面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助阮，尤其当阮看见伫这个世代，尤其伫阮最近阮的国家、阮的社会所面对极大的这个困境的时阵，主啊，阮若要学习代替王同款，阮只有回转到伫主你的面前。无阁用只是用人的这个制度来去做，来解决这个问题。阮只有回转，只有真多悔改伫主你面前。主啊，真正，阮世间人无一个人毋是罪人，所以阮独独只有倒来到伫主你的真理的内面，阮才有法度真正来解决、来处理这个问题。若无话，阮只是用这个脾气来处理这一切这个问题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助阮，互帮助阮。予阮学习，毋是爱主，你徛伫阮这边，是主啊，阮到底有徛伫你的真理的这边面嘛？予阮常常来敲锤，予阮用祈祷的心，予阮用含糊心，也予阮用顺服心。主啊，阮爱认罪悔改，阮毋是用伫阮伫这個世间的这個知识，阮哪亲像阮认识，阮认捌真济，哪亲像阮伫这個世间阮有真大的这个规律甲这個事。即个世界，即个一切无法度来处理问题。阮只有倒来到伫主你的心里，阮才有可能来处理伊即个世间，即个无法伫去处理上帝伊即个心里，即一切即个事，互阮来学习，用谦卑的心来学习，也互阮用彼此相疼的心来学习。主啊，因为当阮看见伫即伫阮面前所拄着即个问题，实在是阮。用阮人的这规律，阮无法度来处理，阮无法度用阮的这个一切的这个学习来处理。主啊，阮只有回转到你的面前，愿主你加添规律，帮助阮加添阮的这个信仰，会当为着主你来做见证。主啊，恳求你来引导阮头前路障，保守阮的心思意念，也伫主你的真理中间，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。圣主名求，阿门。